你们知道啥东西从古至今都没涨过价吗？男人，不但没涨，还贬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但是没有这个东西还不行吗？男人，来。你要抵抗我？怎么抵抗？倘若我心中的山水，你眼中都看到。想喝点酒，把自己灌醉。